Hello，大家好，就是早上有提那个设计松的子龙，那我们今天就是跟众多设计师，不好意思，我把大家的设计师都捞到我身边来了，所以跟很多设计师大家就讨论说，设计在居民里面有些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在设计松里面做什么。那很多问题就是，譬如说设计师很多，但是不见人影，或者是设计师觉得坑很多，但是我都看不懂。那除了我早上提到的说，想要提供一个比较亲切对设计师环境之外，就是最后我们会决定临时，我打错字了，临时设计松会变成临时设计，就是一个媒合大会，那也是一个设计师的集体入坑、引军入瓮大会。但是因为那些设计师现在不在这里，所以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啊。对，可是有直播，那主要还有直播，他不一定会看啊，我知道的。那主要流程可能是一开始会对这些他们对居民不熟的设计师进行一个入门的介绍，再来就是会有专案的整形手术提案，可能会有短讲，然后最后一样是会有成果。那其实另外两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设计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居民的一些基础建设，这样子我就不会一直在脸书上面很悲情的成真伙伴。那主要我们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设计整合的一个 hack folder， 还有我们做了一个给各位坑主的设计师宝贝球，好让你们可以不做设计师。那看是宝贝球，哇，怎么样？这个又是谁啊？他是怎么办啊？我要怎么那个？对，把它遮住。哦，好，原来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就是把我们一些建立起来的设计资源整合成一个设计的 hack folder。那在这个 hack folder 里面，大家可以，譬如说我坑主，他就可以去复制一个宝贝球，然后去填写。然后呢，再把宝贝球提到丢到旁边，是按这里吗？不是，右上角那个 drop down， 因为现在你到那个这个 responsive， 我好紧张，好可怕，对，就是再把它丢到这个提案区里面，然后就会变成一个设计的需求的 list。所以呢，设计师就可以从这个入口去看现在有什么需求。目前我们在做的是这件事情，然后如果是他就在这边，他就把他宝贝球丢进去，好，这是坑主可以在这里做的事情。然后这里就会有像设计师图鉴啊，然后坑主就可以去看，或者是说他这是我下午的短讲，他们可以参考一下怎么去捕捉。那宝贝球主要的话，就是我们早上都在做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需要坑主理解他怎么样去找到他的目标设计师，所以他必须看清楚这些问题，像是你的使用者啊，或者是你要用一句话去形容你的坑，或者是你找一些范例的图片来，就是形容你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设计师会很清楚的知道你要做什么。之后呢，后面会有一些设计，我们设计流程上面常用的一些模板，像是动脑的关键字区啊，或者是这边是设计师的类别，他如果要填坑的话，可以在这边报道。然后后面是一些讨论记录或者是稿件，他就放在这里，这样就不会乱七八糟。或者是说你的稿件是原始档案连到哪里，还有你的授权方式，或者是说你要建立后续设计的建议的guideline，你都可以在这边做好它。那这部分我觉得就是今天我跟众设计师做的比较属于基础建设部分。那我们的设计松根据 LY 的建议可能会在一月的某一天进行，还蛮迅速的，所以到时候就是各位坑主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提案。好，就这样，谢谢大家。